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太平人寿香港冠名、太平人寿香港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太平杯学生精文大赛的网上直播讲座。太平人寿香港，你身边最值得拥有的金融保险专家。大家好，我是黄子渊，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知书平台和大家分享关于写作的一些秘笈和心得。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从零到一，剖析写好文章的秘笈。其实今天这个主题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从零到一。我们经常说就是万事开头难，究竟从零去到一，当我们拿到一个主题又或者一张原稿纸的时候，应该怎样写作呢？另外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写好文章，什么叫做一篇好文章呢？而第三个关键词当然就是秘笈了，究竟写文章有没有秘笈呢？好啦，我哋首先讲下就系关于喺落笔之前要注意啲乜嘢啦。大家可以望下而家咧画面嘅右边咧有一个圈，唔知道大家有冇经历过呢一个过程咧？我以前咧喺读书嘅时候啦，写作文咧经常会遇到咁样嘅一个 loop， 就系当我攞到一个题目嘅时候，我就问自己，其实呢个题目系咩意思呢？好似冇灵感喎，咦？之后好似慢慢有啲灵感啦，咁我点样将我嘅灵感变成素材融入我嘅文章当中呢？咁我呢啲素材系咪真系？貼題定係有啲離題呢？咦，唔係啦，我不如再望下個題目啦。個題目究竟咩意思呢？好似唔係好啱，我又冇靈感啦。於是就無限咁樣有咁又重複又重複咁樣陷入咗呢個 loop 入邊啦。於是咧有啲同學就講啦：，唉慘啦，我唔中意寫作，因為寫作咧經常都冇靈感。今日咧我想送一句説話俾大家。法國嘅啲數家羅丹咧，佢曾經講過，佢話世界並唔係缺少美，而係缺少發現美嘅眼睛。同樣咧，對於寫作嚟講咧，其實生活當中咧並唔係話缺少寫作嘅題材，而係往往咧我哋缺少咗發現靈感或者係揾到呢啲素材嘅心啊。究竟呢個係點解呢？一陣間會同大家講下。好啦，我哋講下其實喺落筆之前有啲乜嘢前奏先啦。第一步當然就係解題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咧，其實喺你面前有好多珍珠，你要串成一條珍珠鏈。呢一個主題咧，可以話就係串連呢一啲珍珠嘅一條線。成篇文章包括你嘅故事咧，都要扣題。好似我哋今次嘅比賽題目啦，叫做人生的財富。其實講到人生的財富，大家會諗到啲乜嘢呢？第一時間財富係咪會同金錢掛鈎啊？但其實咧，除咗金錢之外咧，仲有好多咧都可以被定義為咧係人生的財富，例如健康、快樂、親情、友情、愛、自由。大家可以想想，其實對自己來說人生最大的財富是什麼呢？這個呢就會成為了我們今次這篇文章的主題了。好啦，第二步，我哋見到咧，其實今次咧，我哋都係分組嘅比賽啦，咁所以唔同嘅組別咧都有唔同嘅主題，例如有職業與挑戰啦、儲蓄與財富同埋健康與環保。每一個小標題入面咧，大家都可以定立一個自己嘅標題。咁呢個標題點樣去到定立呢？一陣間都會同大家去到分析噶。第三步咧就係點解我要寫呢一篇文章呢？我呢篇文章同人哋有啲乜嘢唔同呢？要寫好一篇作文，一定要有自己嘅個性同埋特點噶。咁究竟我呢篇文章嘅主旨同埋大纲系乜嘢？又想呈现啲乜嘢信息呢？好啦，当我定咗呢三步之后，你又要谂下啦。我用乜嘢方法嚟到呈现呢一啲内容呢？包括咧就系你会用记叙文啦、抒情文啦、说明文啦、描写文定系议论文嚟到写咧？就系我哋所讲嘅文体啦。好啦，咁标题点样起法呢？其实写标题咧都系有秘诀噶。最简单嘅就系运用一种咧叫做简单直白嘅方法。咁我哋今次咧其中一个小组别嘅题目咧就系关于职业与挑战。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标题就是简单直白的方法，挫折是人生的财富，人生的财富就是最大的标题了。而至于职业和挑战，挑战和挫折也是挂钩的。但有些同学就说了，其实我不喜欢这么直接，大家都可以选择其他的方法来写标题，譬如说可以留有一些想象的空间。我又可以举一个例子，现在在画面上看到右手边这一本新书就是我今年出版的，叫做《我在身份迷失中成长》。其实本来呢，我想起这个书名呢叫做《香港回归后的那些年》，但是我自己看完之后，我想哇，如果我是一个读者，其实我就不太感兴趣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回归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了。但如果我改成《我在身份迷失中成长》，会不会有多些想象的空间呢？究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事，为什么叫做迷失呢？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虽然标题就非常之短，但其实可以融入不少的修辞技巧。譬如说讲到职业和挑战，如果有个标题叫做哪个障碍粉碎不了我，这个就是采用了一种夸张的手法。障碍和挑战是吻合的，但障碍是粉碎不了我，然后你就看看内容怎样写了。
咁另外都可以用翻拟人法，譬如话今次小学组嘅题目咧，就系关于健康与环保，唔一定要写人嘅。譬如话我画一只小鸟的自白，用一个拟人法嚟到写咧，都可以系好吸引噶。我哋经常话啦，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有一个标题叫做进一步海阔天空，又会点呢？呢啲题目咧都会非常之吸引噶。好啦，咁写完标题之后，咁大家就会话啦，喂，咁我有咩素材呢？我唔知点样写，冇灵感。我哋经常会听到嘅就系 brainstorming 啦，中文咧就系叫做头脑风暴法。可以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Harry Potter 可能大家都会好熟悉啦。其实 Harry Potter 嘅作者 J.K. Rowling 咧，佢有一个习惯，佢话咧佢经常咧会突然之间有一个好奇怪嘅一个谂法或者系灵感，于是咧佢随身就会带一包 tissue， 喺 tissue 上面咧佢就写低一啲碎片式嘅灵感，譬如话可能食饭嘅时候突然之间谂到一个好奇离嘅谂法哦，跟住之后咧搭下车，有一个好得意嘅谂法，但系其实咧系碎片式嘅，佢就将呢啲谂法咧全部。写在 T-shirt 上面，然之后轮到他真正写书的时候咧，佢就话台面上面咧就摆咗好多张嘅 T-shirt， 呢啲碎片式嘅灵感咧就成为咗佢喺作品入边，喺佢嘅书入边嘅一啲素材啦。好啦，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咧就系简介一个咧比较简单嘅方法咧，去到帮自己啦，去到揾素材同埋揾灵感嘅，就系叫做作品九宫格。大家可以首先咧就系画翻低呢一个九宫格，喺中间咧就摆低关于你想写嘅呢个主题，例如啦，我以人生的财富、职业与挑战咧作为今次一个例子啦。嗱，前嗰几日咧我就见到咧喺收工嘅时候有一幕令到我印象非常之深刻。我搭紧车，我望出去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见到有一个地盘工人，佢当时咧戴住一个口罩，手上面攞住一个头盔，坐咗喺个地盘前面，而呢个地盘咧系冇工，即系冇开到工，系闩咗嘅。咁当时咧系太阳就系落山啦。嗰一幕睇完之后咧，我觉得都几震撼噶。即系虽然话我唔系为写篇文章，但系当时我见到嘅时候，我心谂。啊！嗰日咁啱睇完啲新聞，就關於咧而家疫情影響啦，就好多人都係失業或者係冇工開。咁我心諗，其實呢一個地盤工人佢經歷咗啲乜嘢呢？我從佢嘅眼神裏面咧見到好迷茫啊！於是我就有好多嘅諗法。咁我見到咦，今次我哋嘅比賽嘅題目叫做《人生的財富、職業與挑戰》，我就諗起嗰一幕咯。譬如話，如果我要將呢一個故事寫落我篇文章，我會點做呢？大家可以見到咧，喺左上角咧，我就選擇咗用人物、主角或者係配角咧作為一個元素，而喺右上角咧就係關於事情，好似啱啱嗰個例子啦。這個人物咧就係一個地盤工人，事情就係佢會唔會係失業呢？我對佢見到呢一幕之後，我嘅啲聯想。咁從人生的財富，我諗到嘅係乜嘢？究竟係乜嘢呢？會唔會係健康、快樂、自由、有工開？好啦，从人物同埋事情，大家又会联想到啲咩呢？咁可以见到咧，喺第一行嘅中间咧就系彼此关联。可能读书嘅时候咧，老师都会教我哋六合法啦。咁稍后咧都会同大家介绍翻，就系关于五个 W 一个 H。好啦，我哋再睇下咧呢一个九宫格嘅左下角咧就系关于物件，右下角咧就系地点。地点就系路边啦，喺地盘前面啦。而物件咧就系佢当时戴住一个口罩，就系同疫情有关嘅。而佢手上面系攞住一个头盔。好啦，見到呢啲物件同埋呢個地點，包括場景同埋感官描述。感官描述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好多時候我哋寫文章咧，都係缺少咗呢啲詳細嘅感官描述。當我哋去到呢一個環境嘅時候，我哋見到啲乜嘢，聽到啲乜嘢，甚至聞到啲乜嘢嘢，呢啲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透過呢啲嘅聯想咧，可以寫翻出嚟我哋自己嘅感受同埋意義，最後就係扣翻個主題啦。接下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不同文体其实都有些写作的方程式。我今天就会举三个例子，包括就有记叙文、有抒情文和议论文。首先讲回记叙文先，记叙文当中一定会有人物和事情的。段落当中就是刚刚所讲的五个 W 一个 H。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们能够紧记住这个六合法，将五个 W 一个 H 的元素全部都融入我们这篇文章，最基本最基本的架构已经有了。好啦，咁当我哋有晒呢啲之后，咁我哋要点样写呢？记住写记叙文咧，最重要最重要嘅技巧就系情节情节情节，故事故事故事。可能好多同学咧喺写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抒情嘅部分，但系记住记叙文咧，主要系以记叙为主，抒情为辅。咁但系如果我哋写抒情文又系点呢？抒情文咧一定会有情景啦，同埋会有自己嘅情感啦，可以透过多种方法咧嚟到写抒情文噶。咁包括咧有借景抒情啦，有触景生情啦。啊，见到某一幕，譬如话见到一个爷爷带住一个小朋友，佢嘅背影令到你联想起自己嘅爷爷，联想起当时发生嘅一啲事情，可以系触景生情，亦都可以咧系寓情于景。咁写抒情文同埋写记叙文咧又唔同咯。抒情文咧其实记叙嘅部分咧相对会比较少啦，抒情咧会比较多。最重要嘅就是一定要具体生动，去到抒情要真挚和要自然的。
而至於議論文咧又唔同啦，議論文咧同記敘文同埋抒情文最唔同嘅地方咧，就係要有辯論嘅技巧。乜嘢叫做有辯論嘅技巧呢？咁如果大家咧有參加過辯論比賽，都會知道啦，一定會有自己嘅立場。唔單止要一個立場，你仲要諗下啊，我有呢個立場，其實大家會唔會反駁我呢？如果係反方嘅説話，佢會點樣反駁我呢？咁所以咧寫議論文咧，一開始一定要確立嗰個宗旨啦，要講翻我自己個立場係乜嘢，同時亦都要係正反兼説。在这里呢都可以给大家一个 tips 啦。其实写议论文呢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写法，包括呢就在结构上面可以用131或者是141。什么叫131或者141呢？就是分段。两个一就是开头和结尾，即是说开头我们可以用一段来到确立自己的宗旨，结尾就是用来是论述整个总结去到扣题，而中间呢可以分成三段或者是四段，每一段都有一个重点，有一个观点去到建立回自己的立场，去到巩固回自己的立场的。好啦，咁樣講好似有啲抽象喎。我哋又會講翻啦，其實啊，你知道呢啲方程式之後，咁點樣去到將自己嘅素材融入翻呢一篇文章呢？咁當然啦，文章嘅基本結構咧就係非常之重要啦。起承轉合咧，我哋經常都聽啦。咁但係點樣可以簡單啲、具體啲去到講起承轉合呢？起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引出嗰個主題啦。呢篇文章嘅主題係人生的財富，喺第一段一定要同呢一個主題咧就係扣題噶。咁除咗你要引出呢一個主題之外咧，都要講翻自己嗰個睇法啦。所以喺起嘅部分咧，多數咧都要生動同埋有吸引力，因為有吸引力嘅開頭咧，先至可以吸引大家咧繼續睇落去。好啦，去到成嘅部分咧，就要詳細咁樣去到描寫啦。呢一部分咧要留意，要有張力同埋要有引申力，即係話咧你要強化起嘅部分嘅呢一個概念。而至於轉有啲咩唔同咧，大家可以見到啦，其實喺右邊嗰個圖啦，好似坐過山車咁樣。當我哋起第一段寫完之後，喺成同埋轉嘅部分，一定要有一個咧好明顯的一個轉折，就是一個反轉啦。即係話你要換一個角度去到解釋，或者可以用一啲反面嘅例子咧去作一個對比啦，去到強化自己嘅呢一個立場或者你想講嘅一啲觀點。而至於最後合咧，多數咧我哋就選擇翻，譬如話首尾呼應啦，又或者係總結前文。如果個結尾寫得好咧，可以係有非常之有呢個啟發性啦，同埋係引人咧就係繼續去思考噶。咁甚至咧，唔單止喺篇文章咧有起承轉合，小至每一段咧都可以有起承轉合。我舉一個例子啦，啱啱講到 Harry Potter， 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 ？Harry Potter 喺開頭咧其實就已經有起承轉合噶啦。點解？起嘅部分佢就話有一個小朋友叫做 Harry Potter， 呢本書叫做 Harry Potter， 而佢喺一開始就講咗俾大家聽，有一個小朋友叫做 Harry Potter， 主角已經出現啦。呢、這個就係起承係咩咧？佢話 Harry Potter 係一個孤兒嚟噶。他住在姨姨的屋企，经常被人虐待。嗱，呢一个咧就是上面我哋所讲嘅，就是、一开始他遭遇的是乜嘢？系逆境。咁但系唔系，好快就出现了转，就是可是 Harry Potter 他有巫师的血统。咦，他同人哋唔同，好似出现了一个转变。而合是乜嘢呢？所以 Harry Potter 就收到巫师学校的入学通知函。短短的四句其實已經有齊曬起承轉合呢一啲元素，所以呢本書點解一開始已經吸引大家去睇落去？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參考啦，喺我哋寫文章嘅時候多啲咧喺唔同嘅分段入邊都可以將呢啲元素就係加入去噶。有咗結構之後，大家又會問啦：喂，咁我點樣先可以寫得吸引呢？啱啱講到咧，就係頭尾非常之重要啊！有一句説話咧，就話好文章咧就有三部曲，包括咧就係鳳首、豬肚同埋豹尾。鳳首就係一睇落去就要非常之吸引，而豹尾咧就要結尾都要好精彩喎。豬肚嘅部分當然就係內容咧要非常之豐富啦。咁究竟一個好嘅開頭同埋結尾點樣寫呢？開頭咧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寫法，譬如話有一篇文章嘅開頭係咁樣寫嘅，佢話2018年的夏天，我認識了他，從此我的性格變了。這個女仔她究竟是什麼人呢？是我的跳舞老師、鋼琴老師，是我去夏令營的時候認識的一個同學，是我的一位社工。為什麼她會改變了我的性格呢？我希望透過一個引人入勝的方法是吸引大家繼續看下去。但是另一種方法，同樣的故事都可以這樣寫的，就是假如兩年前我沒有認識她，或許我還是當年那個我。這個就是用了一個假設的方法，就是如果我沒有遇到他，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呢？其實是一個不同的開頭，但是同樣都可以非常吸引。當然其實開頭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譬如說順序、倒序、提問、對話，甚至可以引用一些名人的語錄或者典故。譬如說你可以說黃小波著名作家，他曾經說過，他說人在年輕的時候最頭痛的一件事就是自己這一生要做什麼。透過別人說過的說話去到大入这个主题，这个都是开头的其中一个方法来的。
咁結尾又點呢？大家可能有時咧睇電影啦，或者係睇電視劇咧，都會覺得喂搞錯啊，爛尾啊，點樣可以避免爛尾呢？嗱，結尾咧好多時候我哋都話咧要首尾呼應，結尾咧一定要扣題，而同時咧，如果我哋能夠留有一啲想像嘅空間咧，亦都可以非常之吸引嘅、哦。嗱，我舉個例子啦，啱啱譬如話呢篇文章，我開頭嗰陣時係咁樣寫嘅，3年前發生的那件事令我終身難忘。好啦，咁3年前發生嘅係乜嘢事呢？第一種寫法就係話經歷過那件事之後，我似乎一下子長大了。嗱，呢個咧就係同開頭咧就係叫做扣翻個題啦，首尾呼應啦，同埋都講完呢件事啦，內容可能講曬呢件事發生咗啲乜嘢啦，對我有啲咩影響啦，最後一個總結就係話啊，我一下子長大了。咁大家話我唔想咁直接喎，都可以換一種寫法，譬如話那件事最後怎麼結束，我不記得了，但也許已經不重要了，因為我已不是當初那個我。嗱，呢一種寫法咧，其實可能我成篇文章咧，我都冇交代到嗰件事嘅結局係點嘅。但係其實呢篇文章已經完結咗啦。呢個咧就留俾大家更加多想像嘅空間，都係其中一種寫法嚟噶。好啦，咁同學可能會問啦，喂，講完開頭又講完結尾，咁我內容點樣寫呢？啱啱講到話，喂，要寫豬肚喎，要好豐富嘅內容喎，咁可以點樣寫呢？嗱，今日時間有限啦，但我同大家分享少少咧，我自己喺寫作上面一啲心得啦，同埋一啲少少嘅秘笈。譬如話咧，我哋經常咧會喺文章入邊引用一啲對話，老師說，學生說，老師又說，學生又說。其實咧講說嘅時候咧，可以唔好用個說字，咁即係點咧？譬如我舉個例子。老师拿着手中的粉笔转过身来，然后讲了一段话。学生点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又讲了一段说话。嗱，呢一句句子其实都是两句嘅啫。大家会唔会觉得咧嗰个画面感丰富了很多，强了很多你即刻会想象到，哦，喺一个课室入边，老师同埋学生嘅一个对话。但其实成段文字里面是没有一个说字的，咁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啦。咁另外咧，经常咧会有老师啦，同埋家长教我哋就系多啲咧系用成语啊、典故啊、名人语录啊、修辞啊等等。当然呢个系非常之重要，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要用心写作。乜嘢叫做用心写作呢？就系唔系随便咧系将啲语句啊、一啲名人嘅典故啊，全部都堆晒上去，就以为自己咧写得好好啦。点解？我举个例子，而家如果要你写一篇关于春天嘅文章，有一个同学咧佢就咁写啦。春回大地，风和日丽，心旷神怡，一年之计在于春。他有没有错呢？他没有错的。他将所有他觉得、形容春天的文字全部写下去，但其实是很空洞的，其实是没有内容的。同样，如果我们看看朱自清他的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其实都是三句，非常之短，但在这里呢他用了很多的修辞手法，包括盼望着，盼望着一个反复句啦，以人句啦，同埋最后三句的排比句啦。虽然他没有用一些非常之深奥的一些成语啦或者典故，但同样都可以是一篇非常之好的文章。好啦，今天天气都挺热啊，如果老师问同学今天天气怎样啊，大家可能会说、今天很热啊，怎样热法啊，今天非常之热啊，再热一点啊，今天非常非常之热啊。这个就是很多同学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写文章的时候呢，切记不要经常用很啊、好啊、非常啊、非常非常啊，即是这些文章呢就看下去呢就是没有一个深度了。我们尽量拿多些描写的一些句子呢来写，还有要用心写作。咁點樣叫做用心寫作呢？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可以用攝影師的眼睛寫作。乜嘢叫做用攝影師的眼睛寫作？如果大家睇新聞嘅時候咧，我舉一個例子，譬如話而家去到一個劏房，你見到一個受訪者，佢好慘。點樣慘法呢？你唔係話佢好慘，非常慘，非常非常慘，就已經好慘噶啦嘛。攝影師會點樣影噶？佢可能會影喺一個大環境，呢個空間非常之細，佢嘅床隔離就係個廁所，上面可能就係佢煮飯嘅地方。然后有两个小朋友在隔离做功课，有个大人在隔离做嘢，一个小小的空间逼了几个人。咁跟住摄影师会点样呢？譬如话受访者讲紧嘢嘅时候，可能佢会特写影佢对眼，眼泛泪光。同样地，如果我哋要写劏房入边嘅呢一位受访者，唔好净系讲佢好惨，空间好细，用摄影师嘅眼睛去到跟随佢嘅镜头去到写篇文章，甚至喺一秒钟发生嘅嘢都可以用200字嚟到描写，详细咁样去到写呢篇文章咧，嗰个层次咧就会更加丰富噶啦。另外咧，唔好以为咧大家写得好长好长嘅句子一定就好睇啦，要善用短句。譬如话有一篇文章叫做《生命是什么》，佢系咁写嘅：生是偶然，死是必然，
生与死，除了那几声欢呼、几阵痛哭之外，便没有其他的了。那么，生与死之间的生命呢？大家可以看到短短的两行几字，但是那个力度是非常之强的，是那个张力是非常之强的。同样有个学生呢，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高高的绿绿的树、高高的绿绿的草散发着诱人的清香，一根一根都看得那么清楚，很挺拔的样子。他是不是错呢？其实他没有错的。但是这个老师帮他怎样改呢？改成了草绿了，高了，散发着清香，一根一根看得清清楚楚，很挺拔的样子。尤其是头那几句，草绿了，高了，散发着清香，非常之短，甚至可能得两个字、三个字，但是力度是非常之强，都可以是非常之好看的。好了，我们看到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就是一个互动的，所以看到有同学就问了一个问题，就说我只是一个初中生，我的人生经验不是很多，那我可以幻想自己是中年人来写文章吗？我想到的是把自己看到的叔叔姨姨的经历当是自己的，这样行得通吗？当然是可以啦。其实很多同学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说我其实经常听那些作家讲故事，或者经常看那些作家的故事，喂，他的书很好看，但他经历了很多东西，甚至可能会将这些故事，一些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写到故事当中，他当然好看，但我的人生经验没那么多嘛，那怎么算呢？写文章不一定要自己的亲身经历，都可以是我们身边随手得到的一些素材，即是什么呢？譬如说跟爹地妈咪聊天，可能爹地妈咪会跟你们讲他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经历了些什么，又或者你会见到、老师讲过些什么故事，一些叔叔姨姨讲过些什么故事，甚至些中年人他的一些困扰，其实大家可以多一些幻想，就是、我自己如果代入那个角色我会怎样呢？我自己就很喜欢看电影的，看戏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呢？其实看戏的时候呢，很好玩的一件事就是你呢可以将自己代入那个主角或者某一个角色那里，然后想象一下他经历了些什么东西。举个例子，其实古装片拍的东西全部都不是现在我们发生的，甚至可能那些演员他都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经历的东西的。为什么他可以拍得那么好看？为什么大家会喜欢看呢？就是因为他已经代入了那个角色嘛。同样如果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呢，不单我们可以写一些人的经历，人家讲的故事，或者你可以幻想就是他经历了什么东西，透过我们生活当中的经验，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我们遇过的人他们经历的故事，或者我们在新闻里面见到的，我们在书里面见到的一些、小说里面的一个主角他经历的故事，可能都会成为你自己的素材，改编成为了你自己的一篇文章。甚至刚刚讲到，其实大家都可以运用这个拟人法，譬如说讲到健康和环保的时候，不一定讲人的，如果你是讲小草，譬如说你讲紧啊，而家即系因为而家全球气候变暖啦，咁所以其实整个环境都受到好大嘅影响。想象我自己系一棵树，我系一朵花，咁或者我系一只雀仔，无家可归。其实呢个都可以成为你嘅文章嘅非常之重要的一个题材嘅。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因为咧自己嘅年龄啦，或者自己嘅性别咧而觉得啊，我唔够大啊嘛，我嘅人生经验唔够丰富啊嘛，所以咪写唔出好嘅文章咯。记住每一个小小作家都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之好的作家，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的人生经历，不要因为自己的年纪，或者因为自己的性别而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多些看，多些接触，还有将我们身边遇到的所有东西，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文章里面的素材的。好啦，那非常之多谢啦大家今天在知书平台是参与我们今天的直播互动，那大家稍后都可以在知书的 APP 那里去到重温今次的节目的。那今天呢虽然时间不是很多啦，但都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可以有少少的得着，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拜拜。